因为阿信的 IG， 他上面他的那个职称是职业电竞选手。对，我没有得意，我只有跟他说我才是。怪兽呛爆阿信，一秒瞬间软掉。怪兽加入电竞战队 TSO， 现在除了五月天团员身份，还成了职业电竞选手。所以你会跟着他比赛？我会帮他们加油。要到上场，应该还有一段路要努力。其实五月天团员私下也常会喝酒打电竞，就阿信跟石头，还有我比较常哦。那谁会拖累对方？没有人会拖累。谁放可以活得比较久？你换个方向。那状况不好，频率最长而已。惯用。有他有玩，因为我们比较早玩。对，所以我们会提早理解这个游戏的状况是什么，然后他比较晚，因为他是五个人，所以我们自己在玩的时候就会有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会硬拉他进来，可是他真的就是比较不知道，虽然我们是团队，他一直被杀，一次有一种爽感。是说阿星跟石头也爱玩，为什么战队只邀请怪兽呢？因为我可能就是对人家亲切。他们两个比较有距离就对了。那个距离可能就是住家的距离。他们住的比较远一点。没有我们真的没有得意。因为阿信的 IG 他上面 他的那个职称是职业电竞选手。我没有得意，我只有跟他说我才行，我才行。欸，我为了效果讲得太那个了。阿信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杰伦跟林俊杰也都热衷打传说对决。那这一点跟杰伦的，就是他们技术好啊？好啊，好，都很好。对，你能说就好。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业余里面还不错的人。那你觉得你是神队友？哦，都要这样哎？不是，我们是有神的胆量。周哥，我喜欢你。最近有听到我喜欢你这句话？Thank you.